你用黑色和白色描绘出彩色的世界，你就可以在棋盘上看见苍穹宇宙。一道光向你，我姓朱，盈盈是南梁天下第一的棋手。冒险，路途遥远，穿越天地之间。我被拉着离开。你学习多长时间了？一千年。不停在内心呼唤，棋子落下吧，胜负便已定。十三钟，加油！立正！只要有风就能一直一往无前。加油！加油！你是奔跑的骏马，穿翻成风破浪啊，是蝴蝶绽放之前拼命的破茧，惊雷催促雨落下，闪电划破苍穹啊，是沙漠的孤独野花。你是奔跑的骏马，穿翻成风破浪啊，你们两个守护的就是危机世界的双子星。惊雷催促雨落下，闪电划破苍穹啊，你成为一个职业棋手。夏至，我说夏至，这是你自己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耀眼，带我走向约定好。我有点下不动，我根本就不会下棋，别再跟我提围棋。不像，你们热爱围棋吗？放弃才是真的输。一定要下下去。谁都不能放弃，谁都不放弃，加油，一起下下去。你们一定要继续下棋，一直要强。我会一直坚持下去，我会继续下棋，我以后不会再放弃围棋。我被拉扯离开，不问何时能归来，一千年的等待不停在内心呼唤。棋子落下吧，胜负便留下，真的真正放下是不行，才能看到这甚至是危机就像这样，幸福像这样。你过的是围棋人生，但是其实很多人过的都是有围棋。惊雷催促雨落下，闪电划破苍穹啊，是无垠沙漠生长的孤独烟花。你是奔跑的骏马，穿翻乘风破浪。什么职业跟业余我也不纠结，只要有形象我就已经很开心。闪耀着最后的答案，仰望着共同的期盼，奔跑向你说的彼岸。我们是朋友，那么好的朋友。围棋和朋友都是一旦遇上就再也离不开的存在。